额娘。哎，你回来了。啊，那个秀莲来不了了，在家呢。咋的了？沈会长病了，在家被隔离了。沈会长得鼠疫了？没事儿，武大人说了，他这个鼠疫啊能治好。啊，能治好就行。我看你这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呢，给你找了个助手。啊。大婶儿，哎，您好，哎，有什么帮忙的？来，您呀，就给他们发保肺汤，一个人一碗，盛八分满就行。哎，好嘞。哎，哎，儿子，额娘，嗯，你看他还没有住的地方，不行，就让他住咱家。只要他不嫌弃，就让他住这儿，你就住我们家吧。不嫌弃，不嫌弃，哎，谢谢您了。不客气。哥哥。ウレンドの声はもう知られました。奴はもともと猫耳山の親分です。ゴジャンロンという人間です。奴は腕が立ちます。もう盲導兵に改変され、ウレンドの護衛になりました。ウレンドは、いい護衛を見つけたようだな。そうですね。楊順霊は、他の強盗を誘って、奴に対応すると。毒を持って、毒を制すのか。はい。大人让我来的，谢谢。丽子，我给你带来一点水果。吃一个吧。其实我没什么胃口。你怎么了？我一进来你就愁眉苦脸的。没事嘛，你不该来。其实我怕我传染你，你还是走吧。没事儿，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我跟江达明怎么了？我们已经定了。定了？定了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许告诉别人？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而且修伯伯还替他向我父亲提了亲。秀莲，我应该给你个大大的拥抱，但是我不能，我太高兴了。没事儿，等你好了以后啊，再给我这个拥抱。但是我怕你要等好久好久。怎么了？丽达，武先生跟我们说你的状况好多了，你要乐观一点。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情况，但是你别告诉吴先生。我每次见到他，我就……我知道，丽达，丽达，我知道。我觉得吴先生也能知道你对他这份情感，而且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也许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是不想让自己留下什么遗憾。所以我有个想法要和你商量。什么想法？我要向吴先生求婚。大婶。哎，林医官，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啊。哎，秀莲呢？秀莲她接病了，她们家被隔离了。啊？严重不严重啊？不严重，吴医官说了，能治好。哦。那就好，这位大姐新来帮忙了。啊，这是达明介绍来的。哎，冬姐呀，她是林医官。啊，林医官好。你不是本地人吧？啊，我是北边呼兰镇的。以前没做过农活？是，我们当家的是镇上的木匠，也用不着我干什么农活。我们是跟哈尔滨的沈会长家沾点亲戚，后来我们当家的得了瘟疫去世了，我就想投奔沈家来做个下人，没想到沈家被隔离了，后来沈小姐介绍我到大婶这来帮忙来了。大姐啊，你要知道在这里做事儿不光是辛苦，还有些危险的，你也要做好自我保护啊。啊，好，你们先忙着，我先过那边看看。啊，去吧。哎，啊，先生，我回来了。终于回来，我问现在疫情怎么样？疫
已经全部消灭了，近三殿死亡数字全都是零。我知道你这边需要人，所以我就赶快回来了。辛苦了，好样的。坐下来慢慢说。哎，先生，刚才我听田医官说，哈尔滨市区的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了，但郊区的还是有增无减的。这都是意料中的事情，那些尸体在郊外堆积如山，日日不除，哈尔滨永不宁人。那干脆把它全烧了，谈何容易呢？对了，你那边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哦，你还记得蒲桂县那个师爷吗？记得，我把尸体的利害关系跟他讲了一下，这个师爷带着头把尸体一把火全给烧了。他可不就被……是啊，后来有人告到黑龙江督军那儿，他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现在已经被免职为民了。牺牲自己，造福百姓，可敬可佩。是啊。哎，先生，穆大人那边对坟场控制有效果了吗？总算有一点，可是鼠疫杆菌是可以透过空气传染给别人，空气是如何可以压得住呢？那您的意思？我想了很久，可能出了坟尸没有别的办法。您是想把那个上千尸体的坟山彻底烧掉？不光是坟山的尸体，是全满洲的尸体都必须要被焚烧。先生，您这是要触犯大忌的呀。大人，请坐。不必了。公勋啊，我知道你为了救乔安乐党非常忙，但是有件事情必须要麻烦你。大人不用这么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想给朝廷发个电报，就说怎样去处理一大堆的尸体的问题。大人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只有分尸。大人不是在开玩笑吗？这朝廷绝对不会答应，这是在逼老百姓造反啊。感染的数字一直没有下降，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一大堆尸体就是巨大的传染源，也就是我们做防疫工作的眼中钉了。可是大人，大清国可从来没这么干过，我坚信朝廷绝对不会同意我们的决定的。我已经下定决心，请你支持我。大人，我的命都是你救下来的，我听你的，我马上给朝廷直接发电报。你就写，此次是防疫工作的最后一击。在下明白。大明啊，人家都说你是个奇人呐。啊？怎么了？有人得了鼠疫，人人都要隔离，唯独你什么都不怕，你是百毒不侵呐。可能是老天爷觉得我没爹没娘的，对我额外照顾吧。哎，谁说你没爹没娘啊？你爹前两天还到我家给你提亲呢。我爹？啊，还提亲了？怎么？你不愿意？我愿意。大明啊，你去歇会儿吧，这阵子啊你也为是为我操劳啊，谢谢你啊。没事，沈伯伯，那行，我先过去了。哎，真是个好孩子啊。看来你对他还挺满意。肯干勤劳啊，又懂事儿，是个可依托之人呐。是啊，原来吧，
我还总觉得他有点配不上咱们秀莲。自从你这次得了病，他忙前忙后的照顾你，别说，我还真觉得这孩子挺厚道。这么说，你同意了？只要咱们秀莲愿意呀，我就高兴。王爷好，王爷，您找我，你自己看吧。哈尔滨郊区几千具尸体因冰冻堆成尸山，成为巨大的传染源。如果不飞烧销毁，疫情将永无消除之日。大逆不道，简直是大逆不道！就算他说的对，那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王爷，天寒地冻，无法掩埋。他可能是怕春暖花开的时候病毒会扩散得更厉害。焚烧尸体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么做的，这不诚心惹老百姓造反吗？啊，还是世道不乱呢，真是气死我了。王爷息怒。王爷，伍连德是打西洋留学回来，对东方的一些传统可能不知，俗话说不知者不怪嘛，请王爷斟酌。那也不能如此荒谬啊，我坚决不准。王爷，那我们该如何答复伍连德？没有答复，我不治他的罪就不错了。以后这种事情再不要告诉我了，免得惹我生气。快下去吧。是。我想派人来了吗？还没有。吴大人，您别太着急了，穆大人一定会有办法的。一有消息，马上来通知我吧。您放心。去吧。吴先生，我看你心里有事。还是焚烧尸体的事情。唉，都说了，落土为安，死者为大。我想这个传统，我是打破不了。我以为我可以打败鼠疫，却没想到反被传统打败我。我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会遇到大的困难，因为这毕竟是个东方国家。你知道吗？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全世界最硬、最固执的是观念。我看中国这边说不动，可以从俄国那边试试。俄国东正教徒对教徒的尸体也是非常重视的。但和中国不同的是，他们有几百年前的传统教训，也许能够接受你的观点。听你这么说，这是一个好事。吴先生，你可以去找普利诺夫，看他愿不愿意帮你。普利诺夫？嗯。他会帮我吗？虽然骨质愈冲，可目的还是为了治理鼠疫。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他不想错过最后一次为自己养命的机会，就焚烧那些尸体。我试试看，再约他谈一次。李太，
你在无形当中处处的帮助我，帮助大家，我真的很感谢你。还有几天中国人就快过年了，最好年前把尸体统统烧掉，尽快把水消灭。我的任务觉得有些困了，你回去吧，我也要休息。好。先生，丽的医生怎么样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去安慰他。他在病得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还惦记着防疫工作，他特别支持我在年底前把所有尸体焚烧，这让我很感动。那朝廷呢？朝廷那边有消息了吗？如果朝廷再不给我回应，我就会私下下个命令去分尸。朝廷将来要怪罪的，就我一个人承担。哟，怎么样？连德的孩子是不是很危险呢？哎呀，医生一直在那守着，五夫人哭个不停啊。其实连德早就跟我说过，小三儿是受他母亲痨病的传染，什么活不了多久了。他又不愿意把这个病因告诉夫人，怕给夫人增加心理负担。哎呀，这对夫妻呀、啊，真可称为相敬如宾啊。我先去睡一会儿，明天一早我就过去。哦，对了，如果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就在那儿陪陪他。干脆把他们都接过来，一起过个年。好，你也休息吧。我不能休息啊，我马上要给摄政王写一份奏折。哎呦，都子时了。事态紧急，我明天一大早就得给摄政王送过去。好，你快去休息吧。大人，武连德电报。啊，施大人排见。连德自奉命出关，在冰天雪地中与瘟疫作战，已历数月，因为无法彻底剿灭瘟疫而数夜心叹。然值等发现堆积之尸体乃为传染之冤宿，如能将其付之一炬，将会加快防疫之进展。可是我连发数封电报均无回应，不能不让，只等心灰意冷。可是想到大人赋予直下使命，想到万家生命，连的不得不拼死一搏。Доктор, разве ва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ужно уезжать? Но ведь эпидемия чумы здесь еще не закончена. Здесь не стоит оставаться.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я приехал в Харбин, я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в кошмаре. Для других это шутка. К тому ж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не разрешает вам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родину. Разве мне надо дождаться, когда меня выгонят? Но если вы уедете, вы признаете свое поражение с Улейнда.
Поражение не решается признанием или непризнанием. С того момента, как я одел респиратор, я уже признал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о Улен-Де. Сейчас многие переметнулись к Улен-Де. Как Лида. Ты тоже иди, иди. Профессор. Иди, мне надо отдохнуть.亲爱的苏琼，你好吗？我在遥远的满洲向你问候，心情如何呢？身体如何呢？哈尔滨这些天出奇的冷，想必京城也会很冷。你要多加注意身体。孩子们的身体怎么样？这是我一直惦记的。小三儿的身体还好吗？ 这样，这该不是老天在示意吧？不会，就万民于水火，老天爷是不会这样示意的。对了，老爷，刚才吴连德夫人派人来说，他家的三公子不幸夭折了。啊？咱们是不是去看一下？马上备车。 大人商量过，日本人这次实验失败了，他们肯定要采取报复。现在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武大人，这里病院也要保护好，这里面还有很多病人，千万再不能出乱了。老楚，你放心吧，你跟武大人去吧，我就留在这儿。快走吧，走。 Профессор Улен-Де прибыл. Он желает видеть вас. Зачем он пришел? Он говорит, у него есть дело и просит вас о помощи. Чем я могу помочь? Он просто хочет бахвалиться. Не впускать его? Ладно, пусть заходит. Пожалуйста, входите. Hi, how are you doing? Thank you. Mr. Wu, welcome to see me. So frustrated, go back to Russia. You have to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If I don't go back... Do you want me to stay here and be laughed at? No, I won't kidding you. I mean, it is a big loss of the prevention in Harbin when you just walk away. I know your excellent character. I think you are consoling me. Today I came is for telling you our prevention is going into the last stage. Isolation and healing of those patients is done. And now we need the last punch. Clear out the spreading source. I don't neither Chinese,
If you want the plague evaporate, just burn all the dead bodies. You are right. But it's impossible to practice it. I know neither the Chinese nor Russia will not accept burning bodies. So I came here for your help. You are right. But Russians won't accept it, especially Eastern Christmas. Yes, we should respect all cultures and religions at the normal time. But we should have a special treatment on a special moment. Sorry, I could do nothing. Although your word is right, here, from my situation now, I hate to mind other affairs. I am planning to go back to Russia tomorrow. I'll do a thoroughly peaceful life. I will not forget. You are a doctor. You think you are a loser because you didn't focus on your job. You want to go back home and you can feel free in Russia. But do you feel shameful when you think about what happened to Dr. Lida and what have you done in Harbin? So why don't you show them you can do something good on the prevention? Why? I trust you. You can make it. With all my respect,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you to do something good for the prevention. Our people will never remember you. Bruce North, I don't mind what you're now thinking about me. I'm now asking for your help. But not for myself. It's for my country, the Manchow, all the people in Manchow, even my country people. Don't accept, agree, and support the burning bodies. But I'm gonna tell you, I have to do that. I will walk on my way. And I will take all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urning bodies. Just me. And one more thing. If the Russian dead body didn't treat in the right way, all the plague come again next. So what will you do? So please, listen to me. I'm so sorry to bother you. Mr. Linde, please stop me. I confess, I'm a totally loser. When the plague has been defeated, we are gonna be the winner. Can you see? It's those two cars. I know. They're waiting. Hey, that's Gu Jianglong, right? 看来这边生意不好做了。你可是拿了日本人的钱财啊，这日本人也不好惹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各为其主。你呀，待会儿动作利索一点，别管什么国家务，主要就是那个姓武的。 Mr. Wu, your idea is very good. According to this plan, if the corpses are burned, the amount of infected people will decrease. In addition to the appropriate measures, except the persons is a appropriate hospital, there are no more infected persons in Harbin. Yes. And how's the attitude to burning bodies in Russia? You see, I have no power to directly order to burn the corpses. I can ask Consul General to persuade Russian in Harbin to accept it. I'll wait for your good news. Thank you. Well, thank you so much. Mr. Wu, may I ask a private question? How about Lida's situation? Well, she's fine. Don't be so worried about her.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o her. Maybe I did something wrong. I'm very sorry. Please, send my apologies to her. To take a good care to herself. I would feel easy. Yes, I will. Thanks a lot. See you. He's still there. Gu Jianglong and them are together. You go and get them.
你这不是让我送死吗？你不去我就撤，你去向日本人交差去。好，你就炸我，我现在把他们引开啊，回头我再找你算账。哎，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我们会碰一鼻子灰回去呢，真没想到这个普里诺夫变化这么大。本来一开始他不是也不愿意吗？要不是武大人说了他几句，他能醒悟吗？就是啊，你说早点醒悟多好，我们省了多少麻烦。普里诺夫的本质也是一个好人，只是他想获得的太多了。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正是爷爷我，你们把伍连德交出来，爷爷我免你们一死。我现在就杀了你！你来呀，怎么样？来呀！此心有诈，要如您交给我对付，你保护好伍大人。给我滚！长官车上坐的可是伍连德？你是谁？敢劫大清统一官的车？你别管我是谁，我也不管什么官，我拿了别人的钱，就得帮别人办事儿。今天，伍连德的脑袋，我是拿定了。放屁！名不虚传，少废话。
小伙子身手不错，脑子也好使，还懂得调虎离山。霍江龙，我知道你武功厉害，拳脚上我甘拜下风。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翻脸豹吧？算你识相。我知道你枪法也是一流，刚才拳脚上我输给了你，敢和我比枪法吗？说吧，怎么个比法？我今天出来忘带枪了，你见过一把吧？怎么，你不敢？不好意思啊，忘装子弹了，刚夸完你聪明还当真了。说，谁派你来刺杀武大人的？小样，川崎君。閣下、何も言わずにもう一度チャンスをください。川崎君、君は私が法典の時からハルピンでの領事までその間ずっと私に従ってついてきてくれた。しかし私は何もできませんでした。逆に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ました。自分を責めるな。この件に関しては俺に任せろ。しばらく休んでおけ。閣下、最後のチャンスをください。川崎君、君を信じてないわけじゃない。だがウーレンドは妙な力を持っているやつだ。やつに普通の手段は通用しない。私は本土から人を手配している。閣下、行くたびの暗殺は失敗でした。私はこのままでは生き恥をさらします。最後のチャンスを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私は川崎家の名に誓って必ず成功させます。君はどうするつもりだ？私が自分でやります。必要があれば。今天有没有好一点？没事。我昨天晚上忽然梦见了我们第一次相遇。天津陆军军医学堂。那次让我永生难忘。回哈尔滨后，我一直想办法打听你的消息，一直到你来，这里瘟疫。我觉得是上帝虽然连我，我终于可以跟着吴先生一起工作，心应不利。能跟你在一起，成为朋友，成为同事，也是我五连德的荣幸。但是当我看到你一个人走到隔离区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我感觉到好像我自己失去生命一样。你把我看作生命？你们都是我的生命。你看，这是我在隔离期间用方壶赋作为套裙子。好看吗？我喜欢春天的时候大地也绿了，天也蓝了，我穿着裙子和你一起去春游。吴先生，
我真想世界能够停止，永远看着你的笑脸，永远看着你的笑脸，永远看着。我一定会对着你笑，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好吧，先生，我能叫你连的吗？连的，有你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走向生命的终点，是我一生的幸福，我知足了。我会给你，这是我送给你的，它可以保你平安。有你在我身边，是我最好的护身符。见到吴先生，就深深爱上他。有时候我就连做梦都想嫁给他，可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他怕你们担心。这是一个20岁女孩临死之前的心愿呢。实不相瞒，我在奉天被叛徒出卖了，本想去旅顺，可是我的一位同志还在哈尔滨，我要带他一块离开。你说的是冬姐吗？